大家好，我是郭妹妹。这一段时间网上关于我的报道和新闻我都会去看，因为以前年轻年少无知，做过一些荒唐的事情，说过一些荒唐的话。当时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身边家人和朋友还有社会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多好。我希望一切如果都没有发生过多好，就不会伤害到一些人。在这里我想郑重地对大家说一句对不起，对不起。接下来的路，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让大家看到我的改变。